来。不过我先说好，我知道你们观众想看这个仲裁圣骑，但是为什么我没有问你们呢？我先跟你们讲，我用这把剑魔用的皮肤，我如果被打爆了或者这把游戏输了，就是你们的问题，知道吧？因为我用了个手感不是很好的皮肤，就是我当前的手感不是很好的皮肤。如果输了，你们得负责，好吧？我先做个免责声明。先来个免责声明。好了，这波是应该输推，就是打散的一个技巧。当你发现他玩得很怂的时候，不跟你打，就等着吃经验的时候，你就这么干就对了，没毛病。啊，往前推，这个线他肯定会空在塔里面啊，进去之后，我们直接走，直接回家搞个萃取，什么都不要想啊，三波线。主爆的一个小套路，直接交替啊！为了不掉经验，反正他也杀不了你，对吧？下一波也是回推的，就是你囤一波线推进去再提出来，回推线你就输了。你看这个回推，给你来一刀。打这坦克，如果他前面他都是这么做的话，你就这里这个线太多了，你需要清掉一点。把队友屏蔽，不要被他们遥控你的对线。这里死了就死了，你这里。把药喝了。打很怂的狗头，要不要推线？打很怂，你就像我这样，囤波线，然后给他那个就好了，对吧？你囤波线推进去，回家搞个萃取再提出来，然后你下一波就防打野来就好了，懂我意思吗？你看，跟你讲话，哎呦，你们这些观众，不要问到我补炮车的时候问问题好不好？会掉补刀的。看到了吗？我车没了。我会好好利用你的残骸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为何不闪？哦，你没带闪现啊！我的我的，哎，就当他闪了，就当他闪了，就当他闪了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跟观众说话确实会有点分心。哎，就当他带闪了啊，就当他被我秀了啊！我在那等半天，我说他闪现去哪了？闪现去哪了？搞得我以为他带闪，你干什么？咣！我操！别！还行，拿下。这螳螂应该不会来的，
应该没那么倒霉。他上半区应该是没野怪。我怎么不去买彩票呢？说什么来什么是吧？哎，明天去买个彩票。怎么那么尴尬？应该去买个彩票。哎，你上半区都没野怪了，你来上干嘛？你不刷野的吗？五级男枪都要到六了，你还是五级男枪都51刀了，你在干什么啊，卡兹克？不去下半区刷野，就当我死了。好好好好，还行吧，这赛没助攻。七级。哎，我的炮车。石吞居然把冰女宰了两次，我受不了。我操，好险！差一点我就挂了，好险！这波哥们E的快，这三人有点贪了，他其实早点把我击飞，我就直接死了，我太贪心了。可以，早踢的好处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你9分钟，差不多快10分钟，你这边再打个30秒，1分钟左右回家，再出来的 TP 就刚好了。喂喂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来？结束，走，回家。这个，其实我在想要不要再等等一波，算了，再补一波吧，买个犀利鞋。我操，又是卡莎，怎么把把都是卡莎？真的烦的这英雄。你还敢回头还手？还手要死！应该又可以再打一个。走，先打你就死。这三第一时间没接这场打击，不然说不准。是的，要救他吗？算了，他应该打得过。Shut down。Hello， 赛恩，你不能从这里过来。人呢？狼呢？哎，他怎么跑这里去了？狼呢？我一般播到几点？播呀，正常一般是2-3点，但今天来晚的可以稍微小播一会。创，为什么不创呢？
为何不敢创？那么深思熟虑的吗？他怕被秀呀。最后还是傻了，要被赛恩逮到了。看能不能救一下他。排队送死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哎呦哎呦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没用。没用，神秘代码发不出去。神秘代码发送失败，已禁止所有人聊天。哎呦，不让发。哎呀，不让主播爽。别浪一千，无所谓死就死。问题不大。我操！你们真睡着了，一个弹幕都没有了。喂，暂停一下。喂 ，Hello Hello A B C D， 喂喂喂。这不会都全变成天兵天将了吧？坏了，好像全变成天兵天将了，都不说话了你们。那全是天兵天将，睡着了。哎，不过也确实，四点多让你们发弹幕太难为你们了，睡吧睡吧，我是爱你们的，睡吧睡吧。我是机器人，我是天兵天将。主包装备在打什么类型英雄要改出装思路，你说是顺序改变吗？你打一些不出肉的突进的英雄，你就买先买星虫，你买一些坦克类的英雄，你就创创创。原来你没有闪，哦，没有大，坏了呀！哎呀，我以为他有大的，别了，死就死了，你别指挥我呀！这他这有点在遥控我，可惜，哇操！我还以为他有大的。我看了一下，结果他没大，我的问题，我应该看一下他。他队友去另一边了。这卡兹克拿了个一千，小问题，问题不是很大的。你追得上吗？应该可以。啊，最讨厌就是 ADC 这里，他还敢回头打我。两件没办法杀一件，这就很烦，追不上他。他们的塔都掉完了，又来埋伏我。嗯，让我想一下，这游戏要怎么打？对他好急，哎，是这样的，他没什么本事，他就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，想遥控你。很正常的，其实。哎，我突然好像明白了一些事情。
哎，是真的烦，这泰坦一直在跟着我，我得走了。对 AD 的几套很烦。我还没说完，你说根据英雄调整了，就脆的英雄武器，剑姬青钢引中你可以先买金虫，诺手瓦豪这种先买黑骑，这不是很久之前就说过的。你自己看你的感觉，你感觉你需要什么属性，你就去补什么属性就好。帅呀，舒服，还行，这石头搭的蛮好的，这个，哎，两个助攻也可以，我操，这 Q 闪顶级，应该可以预估吧，试一下，卡莎直接给秒了，好像是，打下面就是。我操，这两波团打得太爽了，有没有？简直就是每一个玩剑魔的人的梦想，也是我的梦想，就是打不死我还各种 Q 对面，喂日，哎呦，舒服舒服，舒畅了，冰雕都能拉回来，能，他只要锁定你了，你跑到哪都能拉回来，寡妇大都可以。